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系统总结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尊称为医圣。唐宋以后，《伤寒杂病论》分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大家好，我们接着上课。我们上次课的最后谈到了桂枝汤的加减应用举例。我们谈的第一个方证是桂枝加葛根汤证。那么桂枝加葛根汤的适应症主要治疗风邪在经、太阳精气不利的症候。它的临床表现是太阳病向背降紧紧，反汗出风。那么这样一个症候，由于风邪偏于在太阳经脉，太阳精气不利，所以它的临床表现呢，就以太阳病的头项降痛，头疼项降，一直连及到后背拘紧不柔和。那么使用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加葛根以后，葛根在这个方子里作用有三：一是助桂枝汤解肌祛风来解表，这样就增强了桂枝汤的发汗力量，所以喝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就不用再喝热稀粥了，当然还要盖被子保温。那么葛根的第二个作用是疏通经脉，驱除经脉中的邪气。葛根的第三个作用是生津液起阴气来滋润经脉，因为凡是经脉不能滋润的症候都有凡是经脉拘挛的症候都有津液不能滋润的因素，因此治疗经脉拘挛的症候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护阴液，而且必要的时候要加滋津润燥解经这样的药物。所以葛根在桂枝加葛根汤中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药物。那么这张方子我们看它的药物组成和煎服方法，打开讲义第22页，葛根4两，桂枝2两，芍药2两，生姜3两，甘草2两，大枣12枚，白麻黄3两。应当说桂枝加葛根汤中没有麻黄。那么原书为什么有麻黄呢？这也许是传抄的错误所以这个方子应当没有麻黄。所以宋晨在校订伤寒论的时候就在这条后面加了一段暗语，如果要有麻黄的话，它就是这就是葛根汤的药物组成，而不是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里头这个方子里头是没有麻黄的。上七味：一水一斗，先煮麻黄减2升先煮麻黄葛根减2升。为什么要先煮麻黄葛根减2升去上沫？因为这两个药都是辛散的，它采的都是新鲜的药，所以辛温燥烈容易伤阴，所以在煮麻黄煮葛根的时候要求先煮，减少它的辛温燥烈的这种特性。当然这个方子没有麻黄，所以就不存在着先煮麻黄的问题了。当然我们今天呢也不用葛根，也不用先煮，我们葛根在药方里你不知道已经存放了多长时间那么辛温燥烈的特性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今天呢和其他药一块煮。纳珠药煮取3升去渍，因此上面这个量也是3次治疗量，温服1升，一次吃1升。复取微四饭，复就是盖被子盖被子来取微汗，所以不需啜粥，特别强调这个方子发汗力量，由于加了葛根它就比较强了，不需要再用热粥来助药力了。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剩下的就像桂枝汤后所要求的那样，你看桂枝汤法余如桂枝法就是桂枝汤方后的那段话，我们上几次课
用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强调桂枝汤方后那种护理的服药的这种方法，它具有普遍的这种意义。你看在这就可以体现到，喝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剩下的药后护理的方法就像桂枝汤方后那样。姜稀是什么意思？姜者养也，姜就是养的意思，稀就是休息，姜稀就是养稀，就是调养，像桂枝汤方后那样进行调养。还有禁忌，那些饮食禁忌，因为桂枝加葛根汤的适应症毕竟也是表症，所以也要禁忌生冷的、不好消化的、对胃有刺激的这些饮食物，防止由于饮食不当而把正气调向体内。你饮食吃了生冷的，你的阳气就要来，吃了生冷的、不好消化的，吃了这个对胃有刺激的，人体的正气呢就趋向于体内来消化这些食物，表气就不足，就降低了人体的抗血能力。所以在得表征期间要对这些饮食进行禁忌。桂枝加葛根汤是由桂枝加葛根所组成的，我们今天在临床上用它治疗什么病呢？首先在外感病外感病，比方说病毒性感染而引起了项背部的肌肉痉挛的，用这个方子疗效特别的好，但是这种病在临床上不太多见。我记着那可能是1984年，我带着我们82级的同学在怀柔中医院实习，那么一天晚上11点多，在病房实习的同学到宿舍里，我已经睡觉了，就把我叫起来说，老师啊，今天下午病房新收了一个病人，那么现在病情很重，院长希望你去看一看。那么我就把衣服穿上，我就又到病房去了。我大体了解他的病情，这个病人呢从上午开始就发烧，开始又发冷又发烧，然后呢一侧胸锁乳突肌痉挛，这一侧胸锁乳突肌一抽筋，病人脑袋就往这边歪，然后就把他送到医院，我们同学有在门诊的就给他做按摩，这么一按摩呢，这边不痉挛了，这边痉挛，然后就往这边歪然后就把院长找去了，这个院长是神经内科的这个一个比较年轻的专家，然后做了神经系统的检查，怀疑他脑血栓，有脑血栓形成的可疑，就以脑血栓形成的早期打一个问号，就收住院了。收住院以后呢，这个我们实习的同学呢对病人特别关心了，一看他这么歪着脖子，就又给他做按摩，做按摩就又往这边歪然后就反反复复歪来歪去的。后来医院就入院以后给他输上清开灵，没想到清开灵输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呢，双侧胸锁乳突肌都痉挛，向外部的肌肉也痉挛，就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同学就按摩后脖梗子，按摩了半天还是不行，折腾来折腾去，这就到了11点了，也发高烧，17.40度，然后这么痉挛着，眼睛也往上看。这个院长年轻也有点紧张，说你去叫郝老师吧，我不知道下午他收了这么一个病人。我到医院，我到这个病房一看，病人是个40多岁的女性，这个年龄得脑血栓的不多，另外他这个症状明显的是这个颈肩的肌肉，这些肌组都在痉挛，而且有发烧，有怕冷，有表症的现象。我就觉得颅压不高，没有呕吐，没有剧烈的头疼，有头疼，没有剧烈的头疼，所以我呢就觉得不是一个太严重的病，我就给他开了桂枝加葛根汤。那么葛根呢用的是40克，桂枝用的是15克，白芍用的是30克实际上桂枝加葛根汤把芍药的量给加重了，我主要为了缓解痉挛。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当然桂枝汤的所有的药我都用到了，然后其他的也可能加了什么鸡血藤可能用过这些药，我现在记不太清楚。我说现在你就想办法把这个药煮上，那么现在就给他煮上就给他吃了。我说现在不是输的清开灵吗？我倒建议你把清开灵撤掉，因为他舌淡而不红，鼻流清涕，没有热象。清开灵就是安宫牛黄注射液而逐渐通过制剂的改造来的，它对于清热症痰热内阻的症候它有效，它是安宫牛黄丸的一种注射液。所以那么用上这个药一个多小时以后，整个颈部出现了肌肉的痉挛，我觉得药用的太凉了，我都建议把它撤掉。那么院长也听，把输液就拔掉了。
那么开完方子我就回宿舍休息去了，第二天早晨8点钟一上班我就到病房去了。这个病人呢盘着腿坐在床上，穿着个高领衫，就这么待着，脖子也不转，但是不抽了。我说你怎么样啊？他看见我去了，他笑了，他说大夫啊，吃了您的药大概也就是30多分钟40分钟左右，哎呀，我这后背就像火烧的样那么热，随后出了一身大汗，衬衣全湿了，被子都给人湿透了，脖子不抽筋了。我说脖子不抽筋你怎么这么待着呀？他说我的脖子还疼。我说为什么疼啊？他把这个领子一打开，这一条皮下出血，这一条皮下出血。然后我从那后领子一看，后边整个都是皮下出血。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的学生昨天给我按摩按的。我们那个时候是2年级的同学，按摩手法呢大概也不大到家，可是呢治病心切，你痉挛我就使劲捏啊，那么弄得皮下出血。其实就这一副药，就这吃了这么一次，汗出热退，痉挛缓解。那么后来又在医院住了大概3-4天嘛，他再出院。为什么再住这3-4天？你得让皮下出血稍稍吸收吸收，是吧？哎，不能一退烧就让人病人走。后来院长问我说，郝老师，你看这个病人出院诊断怎么诊断？不能诊断脑血栓，人家胳膊腿活动很好。我说那你就写病毒性相肌痉挛吧。所以他治疗病毒性相肌痉挛，那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效如拂骨啊，效如拂骨，骨锤敲下去它就灵。那么实际上这种病我们在临床上很少见，我这么多年来就见到这么典型的一例，再来就很少遇到。那么我们常常遇到的是什么呢？颈肩肌肉紧张综合征、颈椎病，这是知识分子特别常见的一个症候，尤其是现在搞电脑的人，每天坐在电脑跟前干这个姿势不动，这个姿势很固定，所以颈肩肌肉紧张导致的头疼，然后颈椎病造成的颈肩疼痛啊，造成头疼，造成后头部疼痛，桂枝加葛根汤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子。那么我们怎么用呢？我一般是这样，葛根30克，葛根30克。你有时候看情况，有时候我用的少一点就是20克，不能低于20克，葛根20到30克。那么桂枝10克，桂枝10克，白芍30克，就把白芍量加大了，实际上就是桂枝加芍药汤再加葛根了，白芍30克。那么主要是白芍和甘草配合起来，酸甘化阴，缓解颈项部肌肉的痉挛。那么用上这几个药以后，那么炙甘草6到10克，炙甘草6到10克，生姜大枣一般对治疗颈椎病、颈肩肌肉紧张综合征不太用。而且我们还观察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些人坐在那儿不动，肌肉紧张，气血活动它就不流畅，那么就特别容易受风受寒。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那个电脑的房间都是开着冷气，凉风在吹着，所以都有一种风湿的问题，活动活动就舒服了。所以我就常常加一点去风湿的药，加哪两味药呢？威灵仙加上10克，青椒加上10克，威灵仙10克，青椒10克。那么气血失和以后，常常有津液不能滋润血液就是运行有点不畅的表现，所以我才又加上鸡血藤30克，养血疏落，养血疏落。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就用这个方子，你要愿意的话再加一点大枣或者加一点生姜，这就是典型的桂枝加葛根汤，再加威灵仙秦椒鸡血藤，就这么一个方子。那么缓解颈肩肌肉的紧张痉挛，有比较好的疗效。有很多人吃完这个方子之后呢，就是这个颈项部的肌肉痉挛缓解了。桂枝汤加减举例的第二个方子是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原文第18条，喘加做桂枝汤加厚朴杏子加。这一条的断句，我的建议是喘加豆底儿，而不是喘加做豆底儿。喘加做那是喘病发作，那喘病发作那不一定用桂枝汤。那么喘加豆底儿做桂枝汤是什么意思呢？是医生给病人开桂枝汤，做是一个谓语，这里把主语给省略了。
在《伤寒论》里经常说啊，做汤做什么什么汤，经常有这样的话。做桂枝汤是医生给病人开桂枝汤，为什么要给病人开桂枝汤啊？是因为病人新得了太阳中风，啊，病人新得了太阳中风。新得太阳中风叫心感，病人原来有多年的喘，这叫速喘。喘家就是平素就有多年喘病的人，你看他哮喘都成专家了，所以才叫他喘家。喘家就是啊，有多年喘病史的这种病人。那么这种病人心感中风以后，就容易引发肺气宣发速降的失调，然后引发速喘的发作。所以这条讲的是心感引发速喘，这个时候你是治心感呢，你是治老喘呢？这个老喘他喘了十年二十年了，你能够立竿见影的有效吗？所以你必须治疗心感。治心感用桂枝汤，可是他毕竟有肺气不利的这种喘呢，所以要加厚朴杏子，比不加厚朴杏子要好。为什么说加厚朴杏子加呀？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感引发速喘的病人，你再给他用桂枝汤治疗的时候，加上厚朴杏子，兼以宽胸利气降肺平喘，比不加厚朴杏子要好。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是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的第一个适应症。接着看第43条，太阳病下肢微喘者，表胃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治。太阳病应当发汗，那么泻下就是一种错误的治疗。泻下以后，邪气陷于胸中，啊，邪气陷于胸中，肺气不利，出现了轻微的喘。所以这是个什么症候呢？是个心感心喘。啊，这是个心感心喘。心感用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因为风邪物下，因为物下风邪陷于胸中，使肺气不利出现的心喘。那么肺气不利，你用厚朴和杏子宽胸利肺降气，同时也能治这个心喘。所以他才说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之。所谓主之，就是这个病用这个方子是最恰当的啊，主者当也。主和当在古汉语里音是相近的，我们现代汉语读起来这主和当声音完全没有关系，在古音乐里头它的音是相近的。哎，主就是当的意思，就是应当啊。这个症候心感引发心喘，心感而导致心喘，这个风邪壅肺造成的这个喘，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那么心感可以得到治愈，心的喘也可以得到治愈。所以他才说最适当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所以才说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治。你可见两条，第18条和第13条，它的症候不一样。心感引发速喘的用桂枝汤加上厚朴杏子，比不加厚朴杏子要好，所以他说加厚朴杏子加。而第43条是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既可以治心感也可以治心喘，所以他说主之。可见仲景用这个文字上是很严谨的。应当说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今天在临床上用的不是太多。这个我们学校有个体育老师，这个体育老师他这个孩子呢，小的时候啊，就是经常感冒咳嗽感冒喘，那么到儿童医院呢就说是肺炎，每次去都说他是肺炎反复发作。儿童医院呢总是给清肺一号清肺二号，那么那就是麻杏石甘的石甘汤的加减方，总是按肺热来治。那么确实呢，哎，用上这个方子之后可以发烧退了，喘暂时缓解，过几天呢他又犯。我说那个时候任云秋老师在世，咱们请任老师看看吧。哎，任老师一看
说你用的什么方子呀？我说用的儿童医院的清肺一号、清肺二号。说什么这清肺一号、二号是什么药物组成啊？我说麻叶生甘汤为基本方，加银化连翘、芦根呐、啊，这个白茅根呐、啊、带歌散、啊、这类的。他说你看这孩子的脸色这么淡白，舌相这么淡白，不能再用清热药了，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所以这个孩子就吃了一个星期的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说来也怪，从此他这咳喘发烧没有再犯，这个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发烧喘的病人的时候，如果他是舌质淡的，没有更多的里热的征象，我们不一定就想到那个麻杏石甘汤，我们要想到了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好，这是第二个加减方，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在太阳病篇有四个治喘的方子，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那么后面我们遇到后三个的时候，我们一定还会回来和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的适应症相鉴别。下面看第二十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危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太阳病应当发汗，那么或者汗不得法，药量太重了，该用桂枝汤的或者用了麻黄汤，结果造成了汗漏不止。这个漏是什么意思啊？漏就是淋漓不止的意思啊，汗出淋漓不止，结果就造成了汗出淋漓不止。汗生于阴而出于阳，汗是阴液所化，汗生于阴而出于阳，汗为阴液所化，出汗太多就会导致阴阳两伤。有的同学曾经说，老师，出汗不是流出的水吗？造成伤阴伤筋我能理解，它怎么能伤阳气呀？其实出汗可以带走许多热量，热量不就是阳气吗？出汗的同时有许多热量外泄了，那不就会伤阳吗？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病人，是伤阴为主还是伤阳为主，还是阴阳两伤，这和他的身体素质是有关系的。如果这个病人平素是阴虚的话，那么就可能是以伤阴为主；如果这个病人平素是阳虚的话，那么汗出太多，那伤阳的症状对他来说就可能最突出。而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条，他是汗出太多导致了阴阳两伤。你怎么知道是阴阳两伤的？我们是根据他的临床症状表现。其人恶风，一个是表邪未解，仍然有恶风寒；再有一个因素是因为汗出太多，阳气被伤，温煦失司。下面一个症状，小便难。什么叫难？求之不得谓之难。想尿啊，有小便的意思，哎，结果尿不出来，尿少。这一方面是阴液被伤，化源不足。阴液被伤，化源不足。另一方面是阳气被伤，气化失司。所以才导致了小便难。所以小便难这一个症状提示了阴阳两伤。下面一个症状，四肢危急，难以屈伸。四肢轻度的拘急，活动不大利索。活动不大利索，那么这是阴伤呢还是阳伤呢？应当说这仍然是阴阳两伤，因为阴液被伤，筋脉不能够滋润啊，阴液被伤，筋脉失濡，失去了濡润，阴液被伤，筋脉失濡，所以筋脉可以出现轻度的拘急痉挛。其实
阳气被伤，经脉失温的时候，也可以出现拘急痉挛。啊，阳气被伤，经脉失温，也可以出现拘急痉挛。我想，我们北京在冬天有时候是很冷的。当你穿的很少的衣服，为了漂亮，结果在外面等车等了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回到家了，你坐的这个车又不是空调车，车上又是贼冷。回到家里之后，家里马上给你来个电话，你拿起笔来啊，把电话号码记一记。结果你手拿起来这个笔之后，这个手不会写字了，北京人叫拘溜，有这个话吧？你说那是不是寒冷邪气伤了阳气？哎，阳气被伤，温煦失司，筋脉失去了温血而造成的拘挛呀。所以这里的原文，四肢危急难以屈伸，既可以是阴液被伤、筋脉失濡的表现，也可以是阳气被伤、筋脉失温的特征。因此我们分析这一条，它的基本病机是什么呢？太阳病，汗出太多，阴阳两伤，表未解。太阳病，汗出太多，阴阳两伤，表未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表未解，我们要解表。阴阳两伤，按照我们的常规的思路，就应当阴阳双补。但是张仲景用的是桂枝加附子汤，他只用了补阳的药，没有用补阴的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思路呢？这是固阳以摄阴的思路。我引用后世的一句话来阐述它的机理。后世有一句话说，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这是针对大失血的病人，血随啊气随血脱的时候，那么先用大剂量的独参汤来益气与固脱。我用这个道理来解释仲景在这里固阳以摄阴，有形之阴液不能速生，无形之阳气所当急固。所以仲景没有用沙参、玉竹、麦冬这些滋阴补液的药去补它的津液，而先用了附子助阳气，固阳以摄阴，先让它不出汗了。阴精和阳气不再继续丢失，这就是桂枝加附子汤的用意。所以这种重视固护阳气的思想，这种固阳以摄阴的这种治疗思路和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有一年修三环路的时候，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门前修和平东桥、和平西桥，那些工人为了赶进度，真是24小时的施工啊。有一个水泥工，那个他的工作呢，就是把那个水泥装到这个模具里头之后，然后就拿那个一个电动的那个嘟嘟嘟嘟嘟，就那个哈，那个东西很重的哈，我是拿不动的。就这么一个工人，他感冒了。可是这感冒嘛，那个队里有医生就给他发汗药啊，感冒发烧还在这个工地上工作，然后吃着发汗药，然后出汗烧就退，再继续拿这个嘟嘟嘟去做那个水泥啊。结果后来啊，他这个东西就拿不动了，出了汗烧暂时退，一上班又发烧起来，然后再吃发汗药，出了汗呢烧退了再去工作，后来不动就出汗，那个东西拿不动。后来然后这个当地的那个施工队的人说，你看要你成这个样子实在真的是没劲了，一个壮小伙子，你干脆咱们旁边好像有个中医学院国医堂，你去那儿看看，正好我在那儿。小伙子说他感冒一个星期了，然后就是发烧，哎，出汗，出完汗就干活，现在说别说拿那个东西啊，我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哎，一会儿一阵汗，一会儿一阵汗，哎，体温还发烧，舌头淡淡的，我就是用的桂枝加附子汤，泡附子用了15克，让它煮的时间长一些，哎，桂枝用的是15克，那么赤白芍各10克，剩下的就是生姜用的大概10克吧。那么这个药大概吃了2回，烧就退了，汗就止了，很快也就恢复体力了。
所以固阳以摄阴的方法，那么非常值得我们治疗这种在外感病的病程中汗出太多造成的这种阴阳两伤，而表现还在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下一个方证是桂枝去芍药汤证和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证。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闷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至第21条。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这是第22条。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那么我在读第21条的时候说，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闷者，把这个满字读成闷。这个满字在汉代有两个读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如果一个容器盛满了水，水满，这个时候读什么呀？读满啊，水满谓之满。水满谓之满。如果这个容器不是盛水的，而是盛气的，气满，你就不能读满了。气满谓之闷，我这个拼音写的对吗？闷啊。那么这个字后来写成这个字见过吧？那么再后来这个字就改成了门字里头一个心，再简化就写成了今天的这个闷。所以闷字，胸闷的闷，在最古的时候不是这么写，而是写成满字。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这个满字应当读闷。脉促胸闷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为什么读闷呢？因为胸为气海，所以当气机不利出现这个胸闷的时候，我们当然他写这个满字，我们当然应当读闷了。所以在《伤寒论》里，凡是这个满字和胸相联系的，和邪相联系的，我们都读闷；但是在习惯上和腑字相联系，腹部的，我们都读满。哎，腹部是胃肠系统吗？胃肠系统是盛水谷的，哎，盛水谷的，盛水的，盛粮，盛饮食物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腹胀满，啊，而不读腹闷。太阳病不应当泻下。泻下以后造成了胸闷，这是表邪内陷胸中，因为表离胸是最近的，这是表邪内陷胸中，使胸中气机不畅啊，表邪内陷胸中使胸中气机不畅，出现了胸闷。那么这种脉促就是脉快，那么这个脉快是邪陷胸中，胸中阳气抗邪的一种表现，邪陷胸中，胸中阳气奋力抗邪的一种表现。它为什么快啊？在这里还没有完全化热，就是因为胸阳不足，胸阳不振，奋力抗邪，它就以这种啊增快了这种心率的方式，勉强抗邪的一种表现。这个我这个话没有说得太清楚，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一个人平常呢，哎，这个扛上30斤的大米走路什么事都没有，心率不会加快。现在让你扛上100斤的大米，你恐怕走上一段路你就开始心率加快了。你说这个心率加快是热吗？它不是热，它是个虚性的代偿啊，虚性的代偿。现在邪气陷于胸中，胸中阳气不足，所以奋力抗邪，它以一种脉搏加快的方式来提高抗邪的能力。所以在这个症候里，这种脉快而脉促而无力的是无力的，所以我们说它是胸阳不振，邪陷胸中，胸阳不振。
斜陷胸中，胸阳不振，也就是胸中阳气不足。那么治疗的方法是用桂枝去芍药汤温振胸阳，驱邪打表。温振胸阳，驱邪打表，啊，温振胸阳，驱邪打表。那么桂枝去芍药汤这张方子，桂枝汤把芍药去掉了，剩下了桂枝、生姜、甘草、大枣，是纯心温啊，纯心肝的方子啊，纯心肝的药物。那么纯心肝的药物，这就符合那个心肝合化为阳，因此它是补心阳补胃阳的啊，补心阳补胃阳，再加上桂枝和生姜的发散，它就可能把陷到胸中的邪气来驱邪打表啊，驱邪打表可能起到这种作用。为什么不用芍药？芍药这个药是酸敛阴柔的，在桂枝汤里头用它是为了养营敛汗。那么现在邪陷胸中，那么体表的自汗出的症状还有没有呢？没有，没有了，邪气陷于胸中了，体表没有邪气了，那种自汗出那种营阴外泄的症状没有了，所以它就失去了治疗目标。芍药本来是敛汗的养营的，现在没有汗出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症候里头它只是脉促胸闷，它就没有它的治疗目的。不仅没有它的治疗目的，芍药这个药酸敛阴柔，还不利于胸中阳气的畅达，它是收的，它不利于胸中阳气的畅达。它对桂枝、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纯心肝的温补心阳的这些药物有制约的作用啊，有制约的作用，所以要把芍药去掉。张仲景用药有一个规律，凡是胸闷的他都不用芍药啊，凡是胸闷的都不用芍药，因为胸闷胸中气机不畅，用一种酸敛的阴柔的药物，他认为不利于胸中阳气的畅达，这是他的用药一个规律。由此引发我们的一个想法，现在许多冠心病的病人常常有胸闷，可是我们医生呢，一想到冠心病就想到是冠状动脉堵塞，是血瘀，就要想到活血化瘀，想到活血化瘀就要想到了赤芍啊，冠心病的病人就常常用到赤芍。我想用赤芍问题还不大，但是不应当用白芍啊，用白芍可能对胸闷不利。仲景凡是见到胸闷的都不用芍药，凡是见到脐下悸脐上悸的都不用白术，这是后话，我们以后会谈到。桂枝去芍药汤是治疗胸阳不振的。22条，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这个微寒是脉微恶寒，为什么把这个微寒解释成脉微恶寒，而不把它说成是微恶寒呢？这主要是以方测证，以药测证，测是推测的测。那么以方测证，以药测证，因为作为一个经典，它用了附子，那一定存在着肾阳虚表阳不固这样的病变，这样的病机。那么既然肾阳虚，它就应当脉微，脉微是里阳虚的表现，那么里阳不足，肾阳不足，那么自然它表阳就不固，表阳不固，所以它这种恶寒啊，表阳不足，温煦失司，这种恶寒就属于里阳虚的一种特征，所以这就叫以方测证，以药测证。不过我们应当提醒大家的是，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这种思路是建立在我们对张仲景充分信任的基础上。不信的话，我们在座的同学随便写一个病例，然后随便开一个方子，结果你写的病例中丢了好几个最关键的症状。好，另外一个人在分析你的方子的时候就说，因为他方子里头用了这个附子和干姜，所以这个病人一定有肾阳虚衰，所以还应当有什么什么症状。那么别的大夫就说，哎呀，他是个年轻大夫，他用药有没有这么权威性啊，你采取以方测证，以药测证啊。所以一般的人
我们不能采取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研究方法，只有对医圣张仲景研究《伤寒论》、研究《金匮要略》的时候，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所以在这里把微寒解释成脉微五寒，脉微是里阳虚，五寒是表阳不足、温煦失司。所以在桂枝去芍药汤的基础上，要加附子来温肾阳、助表阳。桂枝去芍药汤和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我们今天经常用于心肾阳虚而导致的各种疾病，比方说冠心病，常常夜间发作，受寒了发作，那就是心肾阳虚的一种表现。单纯的心阳虚的，你用桂枝去芍药汤；如果兼有年龄大肾阳虚的，那你就用桂枝加附子汤。治疗冠心病、心阳虚，受寒就发，夜间发作，很有疗效。我们学校有个老师，过去我和他住邻居，那个时候我想起来，他也就是50多岁吧，几乎每天夜里就发心绞痛，胸闷憋气。因为和我住邻居嘛，他一发起来他就害怕，他家里就有一个小女孩，没有别人，那是个女老师，他就把我叫起来，我怎么办呢？哎，就给他吸阳气，就给他扎人中、扎内关。哎，有时候给他含一片硝酸甘油就缓解。后来我说你不能老这样啊，每天夜里吵得我也不能睡觉啊。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了哈，因为他这个老师比我大20岁。我说咱们请刘老师看看吧，刘独周老师。哎，刘老师给他开始开的就是桂枝去芍药汤，吃了一顿他觉得夜里发作次数明显减少，因为叫我的次数就少了。桂枝汤的加减方在这里举最后的一个例子是心加汤证，原文第62条啊，桂枝心加汤证：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心加汤主之。这是伤寒论中方名最长的一个方子。我这个教材把方名中间点了个逗号，你们那个教材有吗？有。你说一个方名中间能点逗号吗？所以把那个逗号去掉。因为方名太长，所以我们干脆就把它叫做桂枝心加汤，或者再简称心加汤。在伤寒论中有心加汤这张方子，这说明其他绝大多数方子张仲景是对古代文献的一种继承。前面我曾经引用了晋朝黄埔密针灸兼益经序中的一段话，说一饮以亚圣之才，钻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一饮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汤液经是古经方的著作，所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大量的继承了汤液经中复方的成就，而这个方子把它叫做心加汤。所以我们刘独周老师说这是张仲景自己加的一个方子，他在古汤液经的桂枝汤的基础上把芍药生姜的量各加一两，再加上人参，因为他是自己新创的方子，所以他叫心加汤。发汗后仍然有身疼痛，这是表邪未解呢，还是病情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时候张仲景就要凭脉辨证，如果脉浮那肯定是表邪未解，现在脉不浮而沉，脉沉提示这不是表邪未解的身疼痛，这是病在里。那么脉迟主什么？我们今天的脉学脉迟主阳虚，可是仲景在这里的脉迟它却是主营血不足。你怎么知道主营血不足？我们打开讲义第32页，看原文第50条。32页原文第50条：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亦宜汗解之。甲中尺中迟者，甲令尺中迟者，你看讲的迟脉，不可发汗，何以之然？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所以仲景的迟脉主营气不足，主血少。是他自己的话，我们以仲景言是仲景意，用张仲景的话来解释张仲景的意思，
所以这里的脉沉主病在里，脉迟主营气不足，主血少，因此这个肌腑的疼痛，身体的疼痛，就是营血不足，肌腑失养，不容则痛。当然有的书说虚则痛，还有的书说失养则痛，意思都是一样的。关于疼痛的病机，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是不通则痛，通则不疼。我们在这里又引进去一个啊，虚则痛，失养则痛，不容则痛。任云秋老师在世的时候，我就和他讨论过一次，有一个医院治疗冠心病几乎都用活血化瘀的药，有些病人吃完活血化瘀药以后疗效确实不错，心绞痛的发作频率少了，发作的程度轻了，可是有的病人吃完了之后心绞痛不缓解，甚至越吃越没劲儿。那么这些病人呢，就跑到我们中医药大学找任老师看，任老师就不同意冠心病是淤血所造成的，他认为是失养则痛，虚则痛，就用补气养血的药来治疗。用补气养血的药以后呢，这些病人哎身上有劲儿了，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减少了，发作程度减轻了，所以这些病人很高兴。可是也有的病人出诊就找任老师看，任老师用补法，越补越胸闷，越补越胸闷，他们就跑到西院里头治，用活血化瘀的药，哎，逐渐逐渐缓解。任老师认为，之所以有心绞痛，是因为心肌供血不足，失养则痛，不容则痛。有的医院用之所以用活血化瘀药，是因为冠状动脉由于硬化而导致了供血不足，不通了。那么根据这种临床现象，我就有一次和任老师专门讨论，我说心绞痛人老，你说是失养则痛啊，还是不通则痛？任老师说心肌缺血缺氧就是失养则痛。我说那个血管堵住了，那不是不通了吗？他说是血管堵的那个地方疼啊，还是心肌疼啊？所以这让我弄得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实际上不通则痛和失养则痛是同时发生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就拿冠心病来说，那么这个病人以不通为主的，那你就要活血化瘀；那么这个病人呢，是以心肌失养为主的，那你就用益气养血。对我们一个医生来说，这两种技术，这两种思路都应当掌握，都应当学习。就像痛经一样，有的人用活血化瘀药治疗痛经，有的人用补气养血的药治疗痛经。用活血化瘀的，那是基于他有气滞血瘀；而用补气养血的，那是基于他血虚包公失养。临床上我们看去怎么去具体的辨证。所以现在讲的这个身疼痛，它是一个营血不足肌腑失养的症候，它属于虚则痛失养则痛。因此在桂枝汤中加重芍药的量来养血柔筋，缓急解止痛，养血柔筋缓急止痛。加生姜的量是引药打表，加生姜的量是引药打表，加人参是为了益气以养血，是为了益气以养血。这张方子治疗营气不足肌腑失养的身疼痛有很好的疗效，营血不足肌腑失养的身疼痛有很好的疗效。我们说气血不足也罢，营血不足也罢，内脏失养的我们用八珍汤，用人参养用汤是可以的。肌腑失养而降身疼痛的，我们用八珍用人参养用常常效果不理想，而辛加汤是很好用的。我前面曾经举过这个病例，还记得吧？我说书中得来，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那么我给一个产妇在治疗产后身疼痛的时候，用了人参养用，用了八珍汤，效果不好。刘老师提示我来用辛加汤，结果我生姜用的量少了，它疗效还是不好，加重了生姜的量，有了疗效了。所以我们要用这张方子治疗营血不足而肌腑失养的身疼痛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按照方中剂量的比例要求来用药。
这样的话，我们把桂枝汤的加减方的例子就都谈完了。那么在这里，有的是表证的兼证，有的不是表证的兼证。你比方说辛加汤证，它就不是表证，它是营气不足，肌腹失阳，它没有表邪，所以用桂枝在这里就不是解表的，桂枝生姜在这里就不是解表的，啊，这个可见桂枝汤在临床应用的时候可以加药也可以减药。仲景呢在这里只是举例示范来提示桂枝汤临床上可以灵活加减，灵活应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桂枝汤的适应症、桂枝汤的使用禁忌症和桂枝汤的加减应用举例就都谈完了。所以太阳病的表症有两大类，一类中风，一类伤寒。那么中风呢，以桂枝汤为主方，由桂枝汤这张方子引出了桂枝汤的其他适应症、桂枝汤的使用禁忌症、桂枝汤的加减应用举例。所以这组症候我们就全部讲完了。那么下次课我们将讲太阳伤寒表症和麻黄汤有关的若干问题。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谢谢大家。Thank you.